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杰。隔了两年，终于再度发行了个人的第二张创作专辑《小丑与英雄》，那真的非常的开心。因为，我觉得这一次不管是连唱，不管是在音乐制作上面更成熟、更贴近自己的一个风格，所以真的很希望你们可以听看这次的专辑。OK， 那今天呢要出一个题目，那如果呢你们回答正确的话，就可以得到亲笔签名的两张卡片。那题目呢是这一次的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歌曲叫什么名字？让一切失去变得叛逆，一路上有太多看不清楚的时候，但从别人的眼中透露出我是个小丑。